我们提到那个导电率，这个是什么？我看这边怎么消除掉？进行过滤维护，这个是怎么消除掉？好，哦，好了，我们谈到导电率，那古典的呢？古典的电子呢？我们先看底下几个。几个投影片哈、哦，这里有一个 conclusion。这个电子呢，这里我们有两个理论呢，两个 mechanism 去描述我们的conductivity，就是我电子在材料里头怎么传导，它的导电力怎么？一个是我们叫做classical 的 mechanism，那 classical mechanism 基本上是based on 这个主物model。那 Zoo model 说呢，它假设我的电子都是以一个平均的速度，最后以终极的平均的漂移速度然后再传导。那这个速度呢，基本上是中等的，基本上是平均掉了，OK，基本上是平均掉了。那它有一个终极的速度在材料里头。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叫做quantum mechanics 呢，他说并不是所有的电子都可以传导的。就是只有非常 specific 的电子，那这个 specific 的电子呢，是我这个电子呢在 Fermi level 附近的电子。那在 Fermi level 附近的电子呢，它能量是最高的。我们知道，所谓的 Fermi energy 是我在零度 K 的时候电子填的最高的能阶，它的最高能量。所以我这个电子呢，只有在很接近 Fermi energy 附近的电子呢，我有 Fermi energy 呢的电子呢，就是。它叫做 Fermi velocity 的电子，它才能够传导。那这个速度快，但是可以参与传导的电子数目少。这个呢，平均的电子传移的速度慢，但是它是所有的电子互相怎么样？它一起去传导的，所以它的数目多，然后速度慢，速度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lassical 的出来的结果呢，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再review 一下，这 classical 的结果呢，就是说，OK，我的电子呢，因为我的电场加速，那我电场加速呢，我有个加速度，但是我有阻力，那这个阻力是来自于 impurity，我的 vacancy，我的 impurity，我的 Coulomb boundary 的 dislocation 是 sticking force，这晶体的缺陷来的，所以呢，我最后会达到一个终极的速度，会达到一个终极的速度呢，那我的我的速度呢，基本上是终极速度一减掉 exponential 这个东西。那我把这一项的导数呢，定义为我这所谓的 relaxation time，就是我电子呢传递那每一次碰撞的时间平均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跟我的velocity 这个叫做 drift velocity。那这个 velocity 呢，跟我们待会会看到的就是。Fermi velocity，我用一个 v 大 F 来表示，这个速度比 Fermi velocity 要小，OK？所以你知道这个 tau 呢里头其实有蕴含着速度的因素在。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带进来呢，所以我这个 tau 基本上是正比于我这个 drift 的 velocity，OK？我们知道，那我把它带进来呢，基本上我的这个electron current 呢，current density 就是 Z current density，其实是 by definition 呢，基本上是我 number of electron。那这个 number of electron 呢，可以传导的 number of electron，这个数目呢，基本上会比待会我们看到的 classical 的那我们会看到的 quantum mechanism 的那个可以传导的电子数目要多。但是这里呢，我的 VF 呢是要比待会我们看到 quantum mechanism 出来的那个 Fermi velocity 这个要小的哦，所以我的conductivity rho 可以写成这样，所以我的 rho 呢换算出来会是等于这个 rho，OK，这个跟我的可以传导的电子数目有关那可以参与传导的电子数目有关，然后跟我们的 relaxation time 有关，那 relaxation time 又正比于我的 drift velocity，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从 quantum mechanics 呢，
来看这个 conductivity。 那这个是我速度球，这个是我在 x 方向，这个是我在 y 方向。那假设我的电场，我这边加正电，这边加正电，这边加负电，我的电子呢，那个从 quantum mechanics 来看呢，并不是所有的电子都可以传导，只有在 Fermi level 的电子它会跑一点， OK， 它才可以参与电子的传导。所以当我加一个电场，这边加正电，这边加负电呢，这个球呢会往这边 shift 一点， OK， 那只有在这个附近的电子， OK， 我才可以可以移动的，可以参与我的导电，可以参与我的导电。所以呢 quantum mechanics 说我可以参与导电的电子呢，我最大的速度是叫做 Fermi velocity。 好，那只有在这个 valence electron， 这是我价电子，就外层的电子，外层的电子呢，我并不是所有的电子都可以参加导电。那因为我没有电场的时候呢，我每个电子走的方向都不一样，都 random 的，所以平均起来它根本没有电流，没有电流。当没有电场的时候，我这个电子其实是混乱的，移动的方向混乱的，所以我最后是没有电流。当我加上电场之后，那电场呢，电场是往这方向，所以这边是正的，这边是负的。那我的整个球呢往这边 shift， 整个分布，我的速度的分布，速度的分布会往这边 shift， 所以我某一部分的电子会得到更多的速度，会得到更多的能量，得到速度。所以我有少部分的电子我会得到速度， OK， 好，所以会得到速度。那这一边里面的电子呢，这里面的电子基本上是完全根本没有改变，在这里头只有在边边这里的速度电子呢才会参与才会参与导电才会参与导电。那在这个中间呢叫做 shaded area， 这个电子还是不变的只有外围这里头它会参与导电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把它画在这个能量图上呢，这是我们在前一章我们画的，在上一章我们画的，我们在计算我们的 density of state， 那计算这个 ZE， 我们在计算我们的 ZE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density of state， 就是我的能态密度。那能态密度呢，我们说过这是我的能量，那我的能态密度呢Z1 呢基本上大概是像这样子，这个是我的 Z1 呢，我的 NE 啊，我的能够填的电子数目呢基本上是我要两倍的 Z1， 因为我一个能带呢，我一个能接我可以填两个电子，然后我要乘以什么，乘以我的 Fermi function、okay? 所以基本上我在零度 K 的时候，我的 Fermi function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切掉，零度 K at T 等于零度 K。 那当我如果说有温度的时候呢，我这边的电子呢会留下来，会留下来。那这个轴呢我叫做 NE， 对，我的电子的数目 NE， 要是我们还记得的话。然后说真正会参与导电的电子呢在这里，就是这个，这个底下的面积就是这个底下的面积，我到这里，这个底下的面积 OK， 底下的面积这个是 NE， 这个是 NE， 所以这个底下的面积就是在这个斜线底下的面积 OK。 这个是 delta E， delta E 就是我的 delta E OK。 那这个是我的 NE， 所以呢我真正的可以参与导电的电子呢Only a little extra energy， 这个 delta E 呢 is needed to rais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electrons from 这个 Fermi level into slightly higher state。 所以我只有一小部分的电子，这一部分的电子呢会流过来这里，
我这一部分的电子呢，就是我这一部分的电子呢会导电。那这会导电的电子呢，我叫做 n prong， 因为我要有别于这个 n， 我叫做 n prong。这 n prong 的电子呢，就在这一小部分的电子，我才可以参加导电。n prong。好，我看了啊、哦。好、哦，所以大家读这个红字、哦、重点呢，我大家用红字弄出来。Not all electrons have the same initial energy。那只有在这个附近，这个 n prong 这个电池呢，我才可以导电的。好、哦，那这一张给大家看过了，就是我的 classical mechanism 跟我的 quantum mechanism 的考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最后结果呢，虽然公式不太一样，但是算出来的数值会差不了太多，差不了太多。因为有一个是我的 velocity 是大的，但是我可以参加导电的电子数目是少的；一个是我可以参加导电的电子数目是多的，但是我的平均速度是少的，哦，是少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by definition 也是这样子的。从 quantum mechanics 来讲呢，从 quantum mechanics 来讲，我这个 current density 呢，基本上是 n prong 哦，注意哦 ，n prong 哦 ，OK，n prong 是。只有在 Fermi energy 附近的电子，然后我的 V， 我这个是大 F， 我这个是什么 ？Fermi velocity， 然后呢，我这个是电子一，这个是 quantum mechanics。那我们的 classical 呢，基本上是 n 什么？我们看看前面的，你翻到前面看看，哦 ，nf。这是所有的电子，这个是在所有在 valence band 的电子，然后 v 小 f， 这是 drift velocity e， OK，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整个的不太一样，这个和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 n 呢？这个 n prong 基本上是 n e f， 就是在 Fermi energy 附近的，然后乘以 delta e， 大概就是这个，这个是 delta e，OK、okay?。这个宽度，那这个高度呢，就是 n prong e f， 那它基本上积分这个底下面积 ，OK， 所以呢 ，n prong 等于这个，你把它带进来，带进这个 n prong， 带进 n prong 呢，所以我有 v f 大 f e， 然后这个我要乘以 delta e， 这个就是我的 n prong。那这个 delta e， 我可以把它写为这个 delta e 呢，我可以把它写为这个一、e、啊，对 k 微分，但是我乘以一个啊有限量的 delta k，OK，、okay? 这是我加电场之后我的动量增加量 ，OK， 这个是我改变动量的时候我的能量的变化率 ，OK， 随着能量，那这个基本上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group velocity，OK，、okay? 大家要是记得这个，基本上我的。E and K， 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是我的 K， 就是我的 E，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记得就是在布里论状附近，这个地方是 dK dE， 就是等于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电子漂转移速度是零的，在布里论状那边，好，在布里论状那里 ，OK， 所以这个呢，其实的意义呢，就是。所谓的 group velocity， 那是因为我这个 delta e 的变量，其实我可以写为我这个能量对它的微分，然后乘以一个有限的量 ，OK。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 delta f 呢，就是等于 partial x partial f dl， 完全是一样的 ，OK。这数学上，好，那因为这个微分呢，我可以用这个来对它微分。所以这个对 k 微分，对 k 微分呢，这二过来消掉没有了，变成 m 普朗克常数平方乘以 k， 所以我把它带进来这里，把这个呢带进来普朗克常数平方除以 m k， 就在下面。好，所以这个呢变成这样，但是普朗克常数呢，我若把这个 k。我若把这个 k 乘上一个普朗克常数，它就变成动量，看到没有？我把这个乘以一个普朗克常数，我变成动量。
但是我乘以一个普朗克常数，我这边要出一个普朗克常数，其实这个可以消掉，哎，这个可以消掉，哎，所以我把这个普朗克常数跟它相乘变成 p， 哎，那这里呢，基本上我这个 p 是动量，那因为我只有什么，在 Fermi velocity 附近的电子，我才可以参与传导，所以我这个 p 呢，我这个电子的动量其实是 mvf，OK，、okay? m 和 m 消掉，变成普朗克常数乘以什么？乘以 f vf， 所以把它带进来，把这个 vf 呢带进来，那带进来以后呢，这个 vf 跟刚刚的这里有个 vf， 我变成平方 ，OK， 这边的 vf 呢把它带进来就变成平方，大家要是看一下，所以我这边呢，我这一项其实是变成普朗克常数乘以 vf， 普朗克常数乘 vf， 所以我 vf 跟这个一放在一起就变成平方，我这里还有一个普朗克常数乘以 delta k， 哎、okay ，好了，所以我变成是这样，我变成是这个的平方，那我这里还有一个普朗克常数乘以 k， 哎、okay ，普朗克常数乘以 k， 那这个 k 呢，就是因为我加电场之后，电场之后，我这整个的得到的动量，在 Fermi energy 附近的电子得到的动量 ，OK， 所以好。哦得到的动量在 K space 里头，所以这是我的所受到的力，我的加速度，哎、okay? ，这个是常数，我把它 merge 进来，就变成 dp，OK，、okay? 所以这个变成是普朗克常数 dk dt， 然后我这是我的电场，哎，这是我受到的力，最主要是要去啊、弄这个 dk。好，所以呢，我的 delta k 呢，我这个因为这个关系呢，我把 dt 啊移过来 ，dt 移过来 ，dt 移过来呢，我变成是这样，啊，变成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 delta k 啊，其实就是等于这样 ，OK，delta k， 好，那这个 tau 啊，这个 tau 呢，我就在两，这个是。每两次碰撞的时间 ，delta t， 那每两次碰撞的时间呢，我把它叫做 tau， 这叫 relaxation time。Okay, 我电子呢，一次一个电子和一个电子碰撞的时间。那这个电子呢，并不是所有的电子，而是在 Fermi velocity 具有 Fermi velocity 的电子。Okay? 所以 tau 是一个 time interval between two collisions。OK， 或者是我叫做 relaxation time。你把它带进来以后，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东西。啊，在这个东西，好。那我们这个 z 啊，跟一的关系，这整个就叫一。我的 z 呢的定义是，我的 z 的定义是sigma e。OK， 所以这所有的东西，你把一拿掉，所有东西呢叫做 sigma， 叫做我的 conductivity。Oops。好，跳出来，等一下。哎、欸，等一下哈，我看啊、，physical property 啊、七。好，好的。在这里，好，回来了。OK， 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东西，再加上这个 tau， 就是我们的 conductivity。好，那这就是我们的 conductivity， tau， 这是我们的 conductivity。那我们的 vf 啊，我这 vf 呢，就是在 Fermi velocity 附近的电子。在 Fermi surface 附近的电子呢，我才有传导，所以我们把这个啊、整个公式呢写下来 ，z 其实是等于，现在回到上一个 ，z 呢其实我把这个，我把 vf 呢留到后头，为什么要留到后头呢？我们待会会看到 vf 平方，然后呢，我把其他的 the rest of them。通通写在一起，
N E F， 这个，然后呢，套 ，OK， 好，那这个叫 E， 这整个呢，其实就是所谓的 sigma。那我们注意看哦，这个 V F， 我们说我的 V 啊，这个是 V X。Vy， 我还有一个 Vz， OK， 那我这个球啊，我就电子呢，在这边的电子呢，我才可以传导。那这边的速度呢，对这个电子的速度，它是往这方向；对这边这个电子的速度呢，它往这方向；对这个电子的速度，它是往上，那么它是往上。那往上的电子数目少了，因为我加了电场，这个是正的，这是负的，我大部分的电子都往这边跑，知道为什么要往这方向的电子多，知道吗？我都没有画好。往这个 X 方向的电子多，这个是最多；往这个方向的电子呢少。那真正会贡献到电流在 X 方向的电流，因为我加了电场是 X 方向的电场，这个其实 X。我真正贡献到这里头呢，是必须要跟它投影过来的，我真正贡献到它电流。所以我把它投影呢，这个呢，我勉强呢写为这个投影过来呢，其实要对它积分平均。我从负二派，因为我投影下来这是一个 cosine， 我就投影在这 x 方向这一段呢，才贡献到它的电流，啊，因为我往 y 方向这个呢，它没有贡献到它的电流，知道为什么 ？OK， 因为我是 ex，OK，、okay? 所以我对啊对这个积分，我要对这个 v 啊，这个 vf 呢，只有在 vx 呢等于 vf 呢 cosine 西塔呢。我才会贡献我的电流，所以呢 ，Vx 呢，所以我对它积分，对它 cosine 平方，因为这个平方对 cosine 呢西塔的平方，我 d 西塔呢对它积分。哎，那西塔积分呢是从负二派到二分之派，因为我的 cosine 刚好一圈 cosine。这个是零二分之派，这个是二分之负派、okay? 但是因为我积了一圈之后呢，我这个西塔呢，你要把它平均掉，你派 OK， 把它平均掉，算它面积。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 ，OK，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来。我这里呢是从负二分之派积到二分派，因为刚好一个周期对 cosine 一个周期，然后我刚好出一个派，平均掉。那积分出来呢？这个积分我们就没有再积分了。然后 ，Vf 是常数，你跟西塔无关的，你把它提出来哈，把它提出来，就是积分这个 cosine 平方。那 cosine 平方呢，其实就是四分之一 sin 二分之一西塔，然后加这个东西，所以出来大概是这样。我的 z 是这样 ，OK， 我的 z 是这样 ，OK， 我投影 ，OK， 然后呢，这个其他呢就是变成是啊。所以这里会多了一个二分之一，积分起来，等于是我们考虑什么东西呢？我们考虑只有在投影到 x 方向的，我才有参与导电力，知道为什么？我就投影到 x 方向的，所以我这里会多了一个什么？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什么？平均值 ，OK， 在 x 方向移动的电子，知道吗？平均值，所以我这里二分之一，所以我这整个东西叫什么呢？这整个东西出来，这个叫西格玛。所以我的 sigma 呢是可以写为在这里，三分之一啊二分之一，我可以写为成这样子。那这是我的 sigma，conductivity， 这是从这个quantum mechanics 过来的，三分之一，然后它刚不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我们考虑，我只有往 x 方向的电子，我才有贡献到导电率 ，OK。因为我是加 X 电场嘛，我的电场是在 X 方向、okay? 我想知道。好，所以这个 quantum mechanics 呢 ，quantum mechanical equation 呢 ，review 显示出 conductivity depend on 什么东西 ？depend on Fermi velocity， 这个速度比我们原来的那个速度 classical 大，然后 depend on 什么，在relaxation time，
然后呢 ，depend on population density， 就是 population density， 哎 ，population density， 哎，所以我们把这所有东西给啊比较一下，两个比较一下，所以这个是啊 classical mechanics， 这是 quantum mechanics， OK， quantum mechanics， 那他们共有的都是跟 tau 成正比，跟这个成正比，跟数目成正比，跟 velocity 其实也成正比。velocity。那第一个呢？啊 ，again 就是不是所有的 free electron 呢 ，NF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on。OK。那 dependent to a large extent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electron 在 near 什么 Fermi surface。OK， 就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这个不太一样，就是基本上的差异性，基本上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两个考虑啊，我们的 treatment。那基本上大部分呢，啊，由这个 classical 算出来导电力，对一般金属来讲，这个是 good enough， 这个 good enough。那这个呢，基本上只是蛮接近的，但是对于这些半导体的东西呢，这个大家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对于 free electron， 对 free electron 这是比较好。好，那是二分之一吗？我看到，因为我看到二分之派，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四分之一，我们来代一下好了，我看到，哎，四分之一 sin 两倍西塔，对不对？加上二分之一西塔，这多少？负二分之派。二分之派，对，四分之一 ，sin， 第一个是二分之派，二分之派带进来派 ，sin 派等于多少？零嘛，加上二分之二分之派，对不对？减掉 sin 负派，对不对？再加上二分之负二分之派，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这变成四分之派加四分之派，所以四分之一加啊，四分之一乘以四分之派加四分之派，对不对？变多少？二分之派什么？这个变成八分之派，是吗？派多少？三点一四。对不对？三点一四嘛，哈，派三点一四，所以八分之派等于多少？八分之派八分之派这个带多少？三八，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如果是四的话，大概是二分之一嘛。这个、如果是九的话，是三分之一，所以。大概在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中间呢、啊、，OK， 是吗？这多少？三除以八，啊？多少？零点三七五，二分之一是零点五嘛，三分之一是零点三呢，大概在它中间呢、啊。取一个在它中间了，所以严格上来讲，我们就写八分之派 ，OK。但是它取一个课本呢，写有时候这里写二分之一，有时候写呢就在零点五跟零点三中间了，好不好？严格上来讲是八分之派 ，OK。好，你说哪一个？四分之一没有在括号外面，然后来我看看 ，OK， 你 you are right，OK、okay。所以这个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四分之一是这个了吧？四分之一，所以这个没有了，所以这个没有，对不对？所以变成二分之派是吗？啊？所以这个是二分之派，是吗？这是二分之派，我看一下哈。
二分之派，那为什么会写三分之一？好，我们回去 check 书上，然后你们去啊，哪一个？二分之一是什么？我现在在积二维，对，然后它是球形的。你说哪边？哦，对，这里是球形的。我刚刚是积二维的，如果是球形的话，就三分之一。你们积看看了哈，我没有积了哈，我没有积，我是从课本 copy 过来。那基本上，对了，那是球形的，所以我们现在二分之派，二分之派是二维的，啊，三分之一我没有积，这个我没有积 ，OK， 我没有积，我就是从那个 copy 过来的。那这是一个球形的 Fermi surface， 我们刚刚是一个啊二维的，对，刚刚是一个二维的。那基本上的 concept 大概是这样子啊，基本上的 concept。好，对一个啊我们的哦，这个是这个图我们在上一章讲过了哈，这个图我们在上一章讲过了。那我们其实我们的 density of state 这个是从一个变过来的，这是从一个，这个是从另外的 zone 这样过来的 ，OK， 这是从另外的 zone 过来的 ，OK， 这是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的能态密度呢，我的能态密度你把它积起来，我在不同能量上呢，我的密度其实这边最高，对不对？这边最高，因为这个 z 人最高，这边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它会慢慢这个比较密，然后这边就比较松。OK， 这是我的 band， 这是我的 energy band。OK， 这是我如果用我这个浓度呢来表示我的 z。我这边是最密，这边比较松散，然后这边比较那个，这边比较淡 ，OK， 大概是。所以我这边大概在这个附近，我填的电子数目多。通常啊，单一电子的金属，像碱金属，或者 monovalent metal 碱金属，它基本上电子大概都填到这里，给 free electron， 它可以导电，它很多电子可以导电。OK， 这边，那这边密度高，欸，我大概 monovalent 的 metal， 我大概填到这个地方。OK， 一般我 insulator 呢，我大概能量全填满了 ，insulator 就完全全填满了。我在上面在可以导电的那个，我有个 gap 很大了，我根本跳不过去，所以我的 insulator 大概会填到这里。这是我的价电，这是我的价电子的图。我的价电子填，我当然是这边填最多了，啊，所以我的 Fermi energy 呢，我要是填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导电的电子多，等于说我导电力好，知道吗？我这个 NEF 好，那我再填到这里呢，我基本上全填满 ，OK， 全填满，我的回导体。那一个很重要叫做啊 bivalent metal， 这样像镁 ，OK， 二价金属，二价金属严格上来讲，这是我们前面谈过的。二价金属严格上来讲，它填到这里的时候，它应该要全填满 ，OK。但是呢，它有高能阶的怎么样过来跟它 overlap，OK。Okay? 所以我填到这里呢，我这里也没有全填满 ，OK。所以你看这里，看上面这里 ，bivalent metal on the other hand are distinguished by an overlapping of upper band and by small electron concentration near the bottom of the valence band. OK， 然后这 electron 呢会，这 electron population near the 这个 surface 这个 Fermi energy 呢是 small， 就是这个这一部分 small。OK， 它可以动电子 ，that lead to a comparatively low conductivity。
所以一般来讲，二价的金属呢，像镁，它的整个 conductivity 会比钠，会比碱金属要小。OK， 这个大概是一半，它那个 band 里头一半。那这里头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基本上是相当于啊，相当于大概就这个位置，也相当于这个位置。那百 metal 呢，它基本上这个是 upper band。Upper band， 所以它大概会填到这个地方，这是 upper band 的这个地方，所以它这里写 EB， 其实就来写这个东西，就来谈，哎、欸、不对，就来谈这个，这里 OK， 来谈这个，这是比较高的 level 是这个，那这 insulator 就是填到这里，就全填满 ，OK， 全填满，那你们要知道它可以填的这个密度。这边比较低，然后慢慢慢慢，这边最高 ，OK， population 这个 density 是最高，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就比较松 ，OK。所以你要画它的密度呢，它应该是这样起来啊、哦，这个起来，然后这样下来 ，OK。好，那哦不对，那 insulator 呢 ？insulator 跟 semiconductor， 这个是 insulator， 啊、哦。那这个是 semiconductor， 它那个 gap 比较小。那 insulator 呢，跟 semiconductor 呢 ，have completely filled electron band 啊，就这一个和这一个 ，OK。然后 which results in a virtually zero population density near the top of valence band，OK valence band。然后这 conductivity in this material extremely small。extreme 什么？所以呢，基本上啊，我们的 classical 的主 model 解释这个解释很好。OK， 就是我有很大量我可以传导的电子，那这一部分跟 quantum mechanics 基本上算出来的数值差不了太多。那是主 velocity 主 model 没办法去解释这些啊非常啊导电力比较小的。这些啊，在 Fermi level 附近基本上没有电子的，就主 model 就比较难解释这些东西。OK， 那这个在 quantum mechanics 呢，啊，会做的比较好。OK， 会做的比较好。所以主 model 一般来讲就适用于金属。OK， 适用于金属。好，那前面谈了这些理论，然后现在谈一些实际的哈。这是 Murchison rule 呢，就是说我的。电阻率哈，电阻率，我们说电阻跟导电力，其实我们的关系前面看过了哈，前面看过，它其实有两项贡献，一个是 thermo， 那这个 thermo 呢，是因为我在加温的时候，我的原子会振动，原子会振动，那我的电子传过，我的电子经过会振动的晶格，就是基本上是波浪，那我会有电阻，对，会有电阻。另外一个是从我缺陷来的 impurity 跟缺陷，那这个缺陷，这个大概就是一些杂质。那这个呢，就是从 dislocation 啊、ground boundary 啊这个地方来 ，OK， 这两个就缺陷。那我把它合起来，这个叫这个啊 residual， 就是残留的、残余的，就是从晶体来。好，那这个呢是这个是就是因为 thermal temperature。那这一项跟温度无关，这一项跟温度无关 ，OK， 这项跟温度无关。那这一项呢，因为跟温度有关呢。它跟温度有关呢，那这是一个经验公式。这一项呢，我要是加温度之后，我从 T1 升到 T2， 这个是 T1 的电阻，这个是 T2 的电阻，那它的关系呢，可以用这个关系来啊表示这个温度差，那乘上膨胀系数啊，再加一啊，就是说我原来的电阻呢，就是膨胀系数加上我温度的升高呢，就是我原来就是我在 T2 的。对，就是我在 T2 了。那这是 pure metal， 然后 pure metal 里头，就是我没有加任何合金哦 ，pure metal。所以呢，日本呢有一个教授就是，他把铝哈，或者是把金属纯化，希望能够荡到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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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OK， 用冶金的方法，那不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杂质。从 thermodynamics 里，尤其 vacancy， thermodynamics 里 vacancy 是 stable 的。vacancy 在热力学上是
稳定的，它有一个平衡浓度，你去不掉它的，好，去不掉它。但是你可以借由把 vacancy 想办法赶到你的材料的最外围 ，OK， 然后那个去掉，但是很难去除，但是杂质可以，杂质，它可以把杂质还有缺陷 ，dislocation， grain boundary， 理论上从热力学上是可以把它去除掉，可以把它去除掉了，所以你可以长单晶，然后可以长 dislocation free。所谓 dislocation free 啊，其实是把 dislocation 也是一样，赶到我的晶体哦的最上围、最上端，然后切掉，把那部分切掉。切掉之后呢，你会长 dislocation free， 导电力会增加，非常非常好 ，OK， 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就是 empirical 的一些例子啊，一些例子。这个是纯金属。我为什么哦？好，这个是我有加杂质之后，这里有一项呢，是这里有一项，这个是 residual， 这一项是我因为杂质我残留的，我的缺陷，我的 impurity。那你可以知道啊，我要是纯铜，我的杂质，我因为杂质这些缺陷呢会在这里。我要是加合金下去以后，我这一项残留的这一项马上升高。马上升高，马上升高 ，OK， 这是从 impurity 来，因为我的 impurity level 从1% 到3%， 我这项残留的这项一定升高 ，OK， 你可以看出来。那这一项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是我这个东西 ，OK， 我这个东西 impurity 来了 ，OK， 好，这一项呢，是因为晶格振动了，那我们写在这里。Thermal energy causes lattice atom to oscillate， 它震动 about their equilibrium position， 在它们平衡的位置，然后就 increase 什么 incoherent scattering of electron wave。那 electron 在晶体里头跑都是波，我们都说电子其实是波的二元性。好，那 coherent 我们前面有谈到 coherent scattering 跟 incoherent scattering，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给你跟你们讲。你要是我们要回到前面哦，我们回到前面，那个我拜托你们，我眼镜拿下来的时候那一段一定要剪掉 ，OK？ 因为我有朋友会download会看，所以不好看。来，这个 incoherent scattering 这一项，它是我的电子传输跟我的完美晶格去作用，那 incoherent scattering 是 imperfect。那 coherent 跟 incoherent 怎么样来了解？好，我借用你们的双手，您双手我们要举起来，好不好？让我举起来，举高一点。好，举高一点，越高分数越好。OK， 啊，好，你们如果觉得举着，你们觉得这一堂课讲得很好的，帮我拍手。来，再举起来，再举起来。那我这个上课嘛，哈，也很辛苦，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爱的鼓励？一起拍哈。这两个拍法，前面那个叫 incoherent， 知道吗？不同步了，每个人拍，有的人拍得快，有的人拍得慢，那个叫 incoherent。你后面拍的这个两个同步在拍的是什么？电子同时 coherent 去跟你的 atom 去同调的去散射。所以这个就是 coherent 跟 incoherent 的不一样了 ，OK？ 你们每拍一次就是电子碰撞一次，知道我意思没有？但是它在时间上它不同步的去碰撞，好不好 ？coherent 就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碰撞，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前面哈，我们回到刚刚的地方。好，那它基本上呢，它的散射呢，基本上跟振动的原子去作用散射，基本上是 incoherent， 所以它有电阻，它有电阻啊，因为我的热振动基本上混乱的，所以你的拍手步调全部都是混乱的 ，OK incoherent， 所以你有电阻是基本上是这样来。但是如果说你的拍手它的碰撞每次都是同步，都是一样的碰撞，它基本上可以变成间射性干涉，它基本上电流同方向 ，OK 同方向，所以你基本上电阻会比较少。那这个
literature 的 role 呢啊、is interpreted， 它解释，因为跟我的啊、imperfection 晶体的 imperfection impurity vacancy ground bounded dislocation 互相作用、啊、所以基本上我如果杂质越多，我的这个 literature 这个越高啊 literature 越高 OK， 但是这个因为我热，因为我这个温度，我因为我的热过来的，基本上是不太变 ，OK， 这一项是不太变，斜率不太变，但是我这个会变，好吧？那 resistance 跟我的 heat treatment， 如果说我把材料，我刚刚有说过，材料里头有 dislocation， 我有啊、有这个 vacancy， 有 ground boundary， 那当我如果把它热处理的话，热处理 close to melting temperature， 热处理，然后把很快的 quench 到 water 里头来，那你觉得这个金属会导电力好还是差？一到高温，很快的淬火下来，啊，差，因为 vacancy 的浓度太高，因为你把高温的 vacancy 的平衡浓度怎么样？很高的 vacancy 浓度 quench。保留在你的室温一量，马上就什么，你电阻很高了 ，OK。但是你拿去退火，你把你的材料拿去退火 ，OK。哦 ，quenching vacancy， 因为我有 quenching vacancy， 那 quenching vacancy 就都被冻住了 vacancy， 你高温保留了 vacancy， 所以你这个会高，你的电阻会高。但是呢，你如果说 aging， 你摆在那边一段时间，温度够高，足够让 vacancy 去扩散。OK， 那 vacancy 会回到温度比较低的平衡浓度、啊、那我问你们哦，我问你们哦，你把 vacancy quench 住，所以 vacancy 的浓度高，你再拿到中等的温度去退火，然后它 vacancy 的浓度会慢慢越变越少，对不对？因为它温度比较低，知道为什么？那其他的 vacancy 跑到哪里去？我多出来的 vacancy 要变少，那 vacancy 跑到哪里去？啊，我很高温，我平衡浓度高，对不对？我 quench 下来，对不对？所以我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我 vacancy 的浓度高，然后我再拿到中等温度去退火回火，那我 vacancy 浓度会消失掉，对不对？温度，那 vacancy 到哪里去？对、啊，表面，对，表面，啊，到表面去了 ，OK。所以退火之后啊。很多它会再结晶，会 grain growth， 晶粒会变得比较大 ，dislocation 会消失掉 ，OK，staking 会消失掉，所以呢，或者是用其他冶金的方法呢去处理我的 metal，OK，、okay? 所以我的 metal 呢的 resistance 会变得比较好。就是日本的教授专门在做这些金属纯化，把缺陷消失掉呢，啊、去除掉，然后会导电力会变得超级好了，哦，超级好了。好，这个是 alloy， 是合金。合金呢，就是我在比较稀疏的合金溶液里头。那银呢，我掺镉、掺铟、掺这个锡，这个是 T。那为什么要掺这几种元素？你们知道吗？因为呢，这叫 Linder's rule，Linder's rule，OK。这个是我掺合金的比例，掺合金的比例，所以你看哦，我的这是我的电阻的增加量，这是我银纯银的电阻，这是我每增加一个 atomic percent， 我铬呢会增加这么多，铟会增加这么多 ，T 会增加这么多，还有什么啊？锡会增加这么多 ，T 会增加这么多，那随着我杂质增加量，我这个会慢慢上升。会慢慢上升 ，OK， 这个会慢慢上升，这个会慢慢上升。好，那为什么加铬它上升速度比较慢？为什么加铟它上升速度会越来越快？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周期表，你看周期表哦，这是铟，铬住在它隔壁。这两个原子的尺寸差别比较小，我要用一个铬去取代一个银，我晶格扭曲比较小，知道吗？我
这一边和这边的 size 的尺寸越增加越大，所以我要用这个东西去取代一个银，我要挤进去的 strength 比较大。OK， 在这里头有 strength effect， 这个斜率呢，这斜率基本上是跟我的 strength 是有关系的，知道吗？我晶格的 strength 是有关系的，我这边的 strength 越大 ，OK， 你要把一个大原子要塞进去银的 lattice 里头，我这边的 lattice distortion 会比较大 ，OK，lattice distortion 会比较大。同样的，这个叫 Lindahl's rule， 这跟架数也有关，不仅是跟它的 strength 有关系，不仅是跟它的 lattice strength 有关系，就是我的 lattice parameter 差越大的 lattice parameter 差越大的，它电阻增加率越大，知道吗？不仅仅是这样，它还跟它的架数有关系，这个叫 Lindahl's rule， 因为这个和这个差一架，这个差两架，这个差三架，这个差四架，知道吗？差四架，这个叫 Lindahl's rule， OK， 哦，好不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啊，你们知道吗？这叫 Nordenham's rule， 好 ，Nordenham's rule 就是基本上呢，我们谈合金，我在很稀薄溶液的合金里头，所谓很稀的溶液里头，就是说我在 A 里头有非常少量的 B， 或者是 B 里头有非常少量的 A， 那在这两端呢 ，A 和 B 啊。在这两端呢，我的电阻率呢，基本上在这一边呢是线性的，我在这边呢也是线性的。我这边呢，我可以写为，我这边基本上我可以写为，这两端呢，我都可以写为我的 rho 啊，总共的 rho total 呢，其实是 xa rho a 加上 xb rho b， 那这个都是 pure 纯的，纯 a 或V 之电阻率，哎，两端。那在中间呢，基本上两个会互相作用，而且这个作用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非线性的，所以它变成是这样。那这里头会加上我的一个叫做C X A X B， 那这个 C 呢叫做 interaction constant。那这个呢，就使得它是一个抛物线，抛物线。一般理想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假设我 A 和 B 是完全混乱的混合，混乱的混合。OK， 那在一个特殊的材料里头呢，一个叫做铜金。铜金啊，是一个铜是 FCC 金属。金呢也是 FCC 金属，所以当我去混合它，它完全是 random 混合的时候，基本上就 follow 这个规则，它是非线性的 interaction。但是到了某一个特定比例的时候，一个叫做铜三金，铜三金，我金的比例是 75%， 铜是25%的时候，它会形成特别的有序的像，有序，叫 order phase，order phase， 哎 ，order phase。那这 order phase 呢，本来铜在面心立方里头，它有角落的原子，面心立方，我角落的原子。我有面心的原子 ，OK。本来铜可以填这里，金也可以填这里，铜可以填这里，金也可以填这里，它是都可以填。但是当到某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某一个温度之下，铜告诉金说：“金啊，你通通去填角落好了，我要来住面心。一个面心立方总共有四个原子，角落有八个，对不对？”但是平均来讲只有一颗，知道我意思吗？铜有一天呢告诉金呢说 ：“OK，
我不喜欢跟你混在一起了，一边一国，你到角落去，那我就住在面心。所以面心总共几个原子？三个原子了。金呢，全部住到角落，角落只有一个原子，虽然它有八个位置，但其实只有一个原子，知道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个原子。那这个电阻呢，会特别，因为它有序啊，它变得特别有序的时候呢，它就会 drop 下来，它会 drop 下来，然后继续再加加加加，它丢掉了有序的，它只要我金的量一增加以后，它丢掉有序的，哎，它又回来了这个规则 ，OK。直到有一天，金也慢慢壮大了，金也慢慢壮大了，金变成50%的时候，金告诉铜说：“我现在50%，我这个角落不够住，你有一个面心给我吧，这个面心给他，就是前后那个面心。前后那个面心，金说 ：‘OK， 铜，你现在比较少了哈，我角落不够住了，这个面心我要，后面那个面心我要，其他还是你的。’” OK， 所以这个面心呢，二分之一加起来一颗嘛，所以金两颗，铜也是左右，这个面心和上下的面心它也是两个，所以变成它又变成 older face 又下来，金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它又回到这个原来这个规则 ，OK， 最后回到线性的啊，这个就是一般合金的，这叫Nordenham's law，OK，Nordenham's law。就是这个公式，好不好？它是一个 C 是一个材料的 interaction constant， 好不好？那你会看到这个掉下来，这个会形成所谓的第二个项，就是有序项，或是叫做 second phase。OK，second phase。好，另外一个叫做 Kondo effect， Kondo effect， Kondo 的中文翻成什么什么藤呢、啊？我忘掉了，然后这是日本人哈、哦，日本人啊，在某一些铜合金里头，它有一点点铁，然后有一点点磁性的，有点磁性的，它在很低温的时候，呢？很低温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 minimum， 然后呢，在某些地方，然后又起来 ，OK， 又起来，它会有个 minimum， 电阻会有个 minimum。这通常在低温物理啊，哈，在低温物理里头，为什么要低温物理呢？因为低温物理呢的看低温的导电率呢，其实在超导啊，超导它有非常特殊的导电率，它的电阻率可能会变成零 ，OK， 导电率会变成很大。所以很多低温物理人很喜欢看在低温的时候，我们在超低温的时候，我的物质的材料的导电力是多少。那通常呢，这个通常都是一个直线这样下来，随着温度下来，但是它这里的会有一个上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有一个 minimum 的地方，这叫 Kondo effect， 啊 ，Kondo effect。那这个呢，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啊 ，anomaly。is due to additional scattering electron by 这个 magnetic moment， 跟它的磁 moment， 因为它有 spin up spin down， OK， 它跟它磁跟铁，尤其这个效应就是跟铁会有关系，跟磁的有关系。超导的特性，奇怪的特性也是跟什么？跟磁会有关系的。OK， 超导的那些就是我的电阻力会特别低的，也跟这个磁的都有关系。那磁呢，就是我们谈完光以后，我们电谈完就谈这个金属谈完，我们会谈半导体谈完会谈光学以后之后会磁学啊、哦。那磁学呢，就会谈到这个东西 ，OK， 会谈到这个东西。那这个叫这个是偏离这个 Matheson deviation from 这个 Matheson 这个路了呢，这个叫 Kondo effect， 因为它直接下来，然后它会反正上去有个 minimum， 叫 Kondo effect。那这是基本上我的电池跟我的磁跟那个铁啊，最主要是有铁。那铁呢？为什么有磁呢？我们会提到铁跟铜都是铜
铜基本上不太算是过渡金属了哈。铜是过渡金属的尾巴，铜和锌呢基本上是低轨域全填满了。那材料会有磁的效应呢，通常你的低轨域要接近半填满最好。在过渡金属里头，我们会先谈一下过渡金属里头，铁呢，铁的原子系多少？26，二十几是吧？二十几，它低轨域填几个？铁的低轨域哈，3D 啊哈，低轨域，那应该六个了哈。锰是半填满 ，OK， 铁来六个，铁、钴、镍，铁、钴、镍这三个大概是磁性，铁的磁性呢，那是比较好的哈，铁和钴，镍呢是弱磁的哈，镍都是弱磁的哈。那它这个跟它电子的 spin up spin down 有关系，它的磁性。那我用我的电子传导跟它电子的什么这些磁的 moment 去作用呢，会产生这些特殊的效应哈。反正那这到我们谈到磁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哈。那铜呢？铜基本上是 3D 已经死了，然后 4S1 OK 的铜。哦，铁是六个了哈，铁是六个。然后锌呢？锌就是几乎全填满了，锌哈，锌几乎全填满的锌，啊，那它表现出来，这个都没有磁性了哈，就这三个会有磁性。那锰呢？锰是一个很特别的哈，锰呢跟锡石半导体哈，要谈到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它。好，超导体。那基本上这个电阻呢，水平度，水这个温度下降，电阻就会下降。那一般来讲，金属会随着温度下降，温度下降，我的导电率会变，导电率会变，好啦，因为。最主要是它奢摩那一部分 ，OK， 振动热振动那一部分变改善了，知道我意思吗？知道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电阻率，这个周啊，其实有两项，一个奢摩，一个是 impurity， 这一项因为我的晶格热振动，所以呢，当我温度下降，这一项会变小，知道我意思吗？这一段会变小。所以你看，随着温度啊降低，我的电阻率是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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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Kondo effect， 对铜纯铜的话，它会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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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到一个 level， 那这个 level 呢，也是跟它 impurity 有关系的，它不会完全变成零，它不是超导，所以它变很小。但是如果说它会持平了啊。但是如果说我有磁性的材料，它会这样，又翘起来，知道吗？我会翘起来，对，对铜啊，还有我要是我的杂质里头有铁的话，它会翘起来 ，OK， 它会翘起来，因为它跟磁有关。所以一般来讲，金属的导电力会随着温度下降而下降，是因为我原子振动呢会被冻住了，它不太会振动，就是我从奢摩贡献来那一部分会变小，也就是说我的电阻会变小，但是我的导电力会变好。好，当我们谈到半导体的时候，相反的，半导体的导电它靠两个东西，一个电子，一个电动。它会导电，它必须要把电子从价带到哪里跳到传导带，所以它有两个 carrier， 一个是电子，一个电动。电子和电动它是随温度增加而增加，因为为什么温度增加，我可以 promote 在价带的电子到哪里，到传导带去 ，OK， 所以我的半导体的电阻率怎么样？导电力是随温度增高而变好，知道吗？我温度越低，我导电力越差，但是我的电阻什么啊越高，知道吗？所以你从量，在低温的话，你量那个材料怎么判定那个材料是半导体还是导体？
在低温的时候，你看看它的电阻率会随着温度降低的话是金属，随温度升高的话是什么？半导体，知道吗？因为它导电的 carrier 是不同的，知道为什么要？好不好？它在低温的 behavior 是不一样的。哦，导体它的电阻率是随温度下降而下降。哦，那半导体是随温度下降而升高，知道吗？因为它 excite electron 跟 hole pair 的几率会变小。OK， 那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超导体。它有些超导体，它到某一个临界温度的时候，突然嘣掉下来，变成零，超导体完全没有任何阻抗，完全没有任何电阻 ，OK， 没有任何损耗。那有的材料呢 ，pure metal 是掉下来 ，OK， 有的合金呢，它是这样慢慢下来，一个缓慢下来，一个陶瓷啊。或者是这个金属，它有一段这个喘息性重，这喘息性重啊，这喘息性重呢，这个段也很短了哈，0.1度K， 它不是这样很小的掉下来，而是慢慢掉下来。啊，超导体，超导体呢就是这个叫 TC， 这个叫 critical temperature， 这个叫喘息性 temperature， 或叫 critical temperature， 这个 TC。那我们有说有啊。不同材料它的 TC 不太一样的，啊，那这个金属基本上 tungsten， 这纯金属哦，要纯金属哦，哦，你有杂质的话，它有残留的哈，所以你看纯金属这里，啊，这里有0.01度K， tungsten 很低了哈， tungsten 要非常低，这个是啊水银，啊水银是很有名的超导体，4度C， 啊4度K。它是很有名的，哦，然后这个啊，有机的，啊，哦，硫化物的，啊，哦，那这个是 niobium 在高温超导里头，啊，在超导体里头它是9度，哦，9度，啊，这是17度，啊，哦，然后有氧化物开始出来的时候是 YBCO 92度，那这个是啊钨，这个钨是。啊，吴茂坤，以前我们那材料中心哈，材料中心的主任，还有是在那个中央研究院所长，现在去东华大学当校长，吴茂坤，朱呢朱金武，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当校长哈，香港科技大学当校长，那其他，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超导体出来，那很轰动了哈，就是 YBCO。以钡同氧，你看它这个1、2、3，它的化学剂量是 Y 是一，钡是二，这个三，氧是7，但是这里 X 就表示什么？它缺氧，缺一点点氧，有氧的 vacancy。Okay? 那这个为什么那么高呢？这叫1、2、3 superconductor， 这叫 1、2、3 superconductor， 知道吗？这是很有名的啊。那这个出来就开启了1987年，开启了这个非常热门的。研究就对超导体非常热门研究，所以你看后来一系列的大家 push 就是 oxide 氧化物超导体呢，一系列的 push 到啊，最高温度在100多度 K。那为什么叫高温超导体呢？你知道液态氮的温度是多少吗？通常你要到4度 K 啊，研究超导体的物理行为，你要用液态氦。啊，你到那么高温，你不用液态氦，液态氦很贵。液态氮就可以了，所以才叫高温超导体，知道吗？高温超导体，可惜呢，所谓的高温不是还真的不是很高温，它还没办法到 room temperature， OK， 那时候大家想 push 高温，至少在哪里可以用？西伯利亚 ，OK， 至少西伯利亚很冰冻的地方，你盖一条铁路，那超导体做什么东西呢？做磁浮列车，它有磁场。所以你通电流下去以后，它有磁场，知道吗？因为你电流再绕会怎么样？会 generate 磁场，知道吗？ generate 磁场，那 generate 磁场你可以做磁浮列车，知道吗？你车，你的火车可以用什么？用磁场浮起来。那因为它通磁场，因为它没有什么，没有电阻，所以没有不会产生热。有产生热就有什么？消耗能量，知道吗？
你就会消耗能量，等于是你产生磁场，你会消耗能量。但是你用超导体来做的时候，你没有热，你不会消耗能量，没有能量消耗，一直通，所以你有一直有磁场，这叫零能源的损耗。OK， 你知道热力学第三定律，你要产生功，一定要有热的损耗，就是它告诉我们没办法做百分之百的功啊，知道我意思没有？知道吗？因为你一定会有一部分会消耗到热，这是热力学的一个限制。OK， 但是有超导体之后，你可以 push 你的车子做功，但是你不耗能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可惜呢，温度 push 不高，温度没办法 push 很高。OK， 温度没办法 push 很高，所以这个现在还没办法用啊，原来还没办法用。就是我这个超导体为什么没办法用呢？最主要是我没办法做成我要用的形状，这个都是粉末，做不出我要做的那个形状，而且很坚实的。OK， 啊，就是整个 technology 还在 push 啊 ，technology 还在 push。那你知道做磁浮列车？做磁浮列车，那我后来听那个 Toyota， 后来我们去访问 Toyota， 在北海道，啊，北海道啊去访问 Toyota， 那 Toyota 他们想 build 一个100公尺的超导体的跑道，那他们做一些小的试验，然后小小的试验，你知道用你没有这个，你做磁浮列车一个很大的障碍是哪里？你知道吗？没办法转弯，因为转弯要摩擦力，它没有摩擦力。你没办法转弯，所以你只能向前跑。你那个跑道只能直线的，因为你转弯要摩擦力，知道吗？那没办法 turn， 没办法 turn， 就是很多技术是需要克服。High TC superconductor， 就是我们刚看的，你们读一下，然后你们读一下，最主要是没有这个 R， 没有这个 R， 所以我通电流产生的磁场，我起码没有能量的损耗。对 High TC， 所以我需要 High TC， 为什么要77度 K 以上，因为我是液态氮的温度，我液态氮就好了，我不用液态氦，我不用液态氦。那以前呢？以前的超导体是4度 K， 那或者你要液态氢，你才有办法液态氢或液态氦。那这高温超导体出来，高温是相对的，然后因为我用液态氮的温度，我就可以研究了。那这个就是零耗能。基本上是零耗能 ，OK， 零耗能。好，那这个是general 的磁场，你温度这个是我的去消除，我看 elimination superconducting state， that's not only occur by rest temperature。好，那你要消除这个磁场，要消除这个超导体，消除这个超导体呢？你知道我们在前面这里哦，不对啊，这个超导啊，我们刚刚有看到，我这边是超导体，我的电阻率是零，我要把它变成非超导，我有一个方式是什么？我加温呢 ，OK。我的超导马上被破坏掉，我马上有电阻，这个因为我经过了热振动来 ，OK， 我破坏掉超导。那破坏掉超导呢？我不需要，只有一个手段，我还可以加磁场。那这边是超导，我只要把温度加高超过临界点，临界温度我就不是非超导。所以我这个是我的超导的相图，这个是超导的 state， 这是非超导的 state。所以呢，我只要把温度加高超过 TC， 我这个就不是超导，这边是超导。我另外一个我可以加磁场，我大于某一个临界磁场的话，怎么样？我就不是超导的 state。所以我有一个 boundary， 这是我的相图。那我们以前的相图是什么？压力跟温度，对不对？水的话，水单相图，对不对？一个压力，一个是什么？温度嘛。这是超导的state 的相图，知道意思吗？这个是磁场，这个是温度。好，大家记得水的相图哈，三相图哈。那我只要加高我的磁场，我的超导就破坏掉，变成一般的 normal state， 这个是超导的 state。那它的公式呢？这个 curve 的公式呢，可以给予这个东西 ，OK， 给这个东西，就是那3D 的来看呢，就变这样。
HC 这个，然后还可以，我还可以加上一个什么电流 ，OK， 我可以通电流 ，OK， 可以通电流，不坏它。那有两种超导，有两种超 state， 我们刚刚看过，一种是非常 sharp 的下来，这是温度了哈，哦，这是 HC， 我只要加过超过 HC 以后，它就很 sharp 的上来，或者是我要加超过我的 HC 加呢是慢慢慢有一个喘息心重，跟我们刚刚的温度一样有一个喘息心重，这叫 type 2的 superconductor， 哦，这叫 type 1的 superconductor， 刚刚我们是变温度，现在是我是变磁场， OK， 变磁场。变磁场，那这个呢，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是基本上是很类似的，但是我是温度，啊，这个我是温度，一个是温度，啊，所以我要破坏或产生超导体呢，基本上我需要我两个东西，一个是加磁场，一个是加一个加磁场，一个是加温度 ，OK， 那这是磁场跟温度的相图。那我们的金属，我们的导电率啊，我们的导电呢，基本上是到这里为止。我们休息一个十五分钟，我们再回来看半导体，好不好？下一章，哎，下一章没有给你们吗？有。好 ，OK，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好不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